手掌嚴重出血。爆炸前先將較厚的敷料放在出血部位，請傷者緊握拳頭將敷料壓緊，並承高傷肢幫助止血。爆炸時急救員將三角繃帶張開成窄帶，以窄帶的中間部分放在傷者手指的第一節指骨上，然後將兩邊的帶尾圍繞手腕內側交叉而過，再分別經手背兩側拉緊並返回手指的第一節上，兩邊的帶尾各緊壓三隻手指向下拉，而中指則會被壓兩次，跟住將兩邊的帶尾在手心下面交叉向下拉，繞過手腕返回手背一側打平結，然後將帶尾收好。完成包扎後，再以肩圓帶來承托傷肢。